好，各位读者大家好，我是优的总编辑关晨。目前我在2018年慕尼黑想展 Audio Vector 的展间哈。那 Audio Vector 呢，就是用的是气动高音啊。那今年他们的喇叭看来是用特殊新的碳纤维中低音振膜啊。那用全套 Griffin 啊，有 Antillion。Signature EVO 来驱动啊，那比较特别，我这边有看到新的产品呢，这是它的壁挂喇叭啊，看起来尺寸不大，但是它应该是三音路的设计啊，就如果想组多声道，又想要这个不占空间，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。这边当然有完整的这个多声道哈、啊，落地书架跟中央还有超低音。这边呢，看来这可以当做天空声道，或是环绕声道的选项啊。好，以上是 G6 总编辑冠城在慕尼黑展所做的报道。